温暖，过来看看，这里面呢，都是我们家林露的宝贝啊。哇，这么多全是机票啊！是啊，都是去英国的。每一次去英国，那个傻孩子都特别珍惜，他一有空就飞过去。你看，最短的一次。 在当地啊，才待了2天，都快赶上路上的时间了。2天，最短的那一次，我记得阿伯母，他去了一个礼拜，说是出差，顺便看我的。你现在知道他是专门去看你的吧？我和他爸爸笑他傻，可他总是笑着说啊，值得，因为那里有你啊。 你看看，这些在别人眼里的垃圾，林露都当宝贝一样的收藏着，因为这里面都是你跟他的回忆呀。你再看看，这满屋子都是他从英国带回来的纪念品。你去英国的第一年。 放下这里的一切去照顾你。后来，你的情况好转了，他才回来接手公司的事情。你在英国的这几年，他除了工作，就只做一件事儿，那就是你的事情。外面人说我儿子是花花公子，成天换女朋友。可是他在我们面前，除了你。 从来没提过第二个女孩子的名字。老话说得好，不要光听一个人的嘴上说了什么，而要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。林露整天嘴上嘻嘻哈哈的，没个正经，可他真的对你是真心实意的。温暖。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，期待你能成为我们家里的人。伯母，你跟伯父都对我很好，林露也是。我相信他一定会获得他的幸福的。温暖，你这是答应了还是？伯母，妈，你俩聊什么呢？ 想找我的裸照，没那么容易吧？臭小子又没正经。哎呀，别理他。林露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这好端端的，干嘛说谢谢啊？你这么客气，是因为你的未来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吗？ 温暖，你上来一下。好，知道了。进来。站到你找我。我想问你。 艺兴的父亲找过你吗？是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请我帮他跟艺兴带话。你答应了吗？他生重病了，我不希望他有遗憾，所以我答应了。 你应该知道外界都传艺兴的父亲在海外，咱不管真相如何，我想这个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。你放心好了。
我不会说的。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